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和说，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呢，谈到这个天界啊，那么天道啊，天道的总判哈啊，六天道哈，28天不同啊。欲界有6天，色界18天。色界18天，我常常以前讲的那个五不还天哈，那么再加呢这个什么以下的4个天啊，那么就是色界。合起来就9天了、哦、那再加上这个什么呢？初禅、二禅、三禅各有3个天，那合起来也是9天，那么就变成18天。那么 无色界的话，就是啊、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结果四个空定，它没有虚，没有那个思维、哦、它是空定。哦、那么叫做四无色天，合起来这样叫做什么？凡夫心灵境界当中处于定的状态的，啊、或者是、哦、这个定之前还没有到很定，但是呢，他的道德高于人类的，就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名为天。所以天有天然呢，哦这个天然天成的意思、哦、当然这个我们还会再继续解释它天的那个用意。那么我们先怎么样？先就它的具体的一个、啊、生成啊、时间啊，这就这个小部这个小字的部分呢、啊，是啊地观大师当年呢、啊、把它集结出来的一个啊说明呢，我们把它解释个清楚一点。那么古人呢，可能是因为看书，他觉得他这样懂了，他就把它这样集结，他认为很容易懂，还是他有希望你再去找资料，我们不太清楚。如果光看他，哎，这样子的一个注解的内容的话，那么你只是知道一些名相而已啊、哦，还不能够知道他的一些修道意涵。那么我们这次是针对他的一个修道意涵呢，来跟大家提。那在这小字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解释到了关于。啊，须知啊，成住坏空各20小节，共为1大节，一减一增。原文里头说，一增一减呐、啊，为1小节，于住节中20增减呐、啊，换句话说20小节，每一增减各有小三灾，这是他的说法。哦、每一增一减呢、啊，有小三灾，坏于有情。那么我们就是解释那个小三灾。小三灾是什么时候发生？在注节当中的增节跟减节各自有在最尾端的地方，交接在人寿10岁的地方，这里头呢有一个小有小三灾啊、哦，是不是？原则上是这么个讲法了哈、哦。那你可以这样啊，你当然也可以，哎，还有这样子的。啊、你当然也可以呢、去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小节它到底是人依着人的寿命 来作为基准。我想它依什么东西为基准呢？事实上是 有点不太一样。你依这个世界为基准呢，依他方世界为基准，时间是没有自信的。不过因为他在人间解释，他会以人的角度 来说那个节的长短。坦白讲，在词书当中，也就是佛教经典当中，佛教经典被各种词书所引用出来，你精简的看就是词典了，词书就词典，词典里头
他也引了很多的文呢，告诉你说，其实那个劫的时间长短算法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就以这个什么最常见的我们以最常见的这个瑜伽师地论也好啊，或者是俱舍论，他所提到的那个劫的算法呢，是较比容易算，而且很直觉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有跟大家呢提过了啊。好，那既然这个时间长短我们了解了，那各有三小斋呢，其实这说法也有不同。有认为是说，是这一节起这个小斋，比如饥馑斋，下一节起极易斋，再下一节起刀兵斋，而且只有在简劫发生，不在真劫发生。那也有说，好，一简劫当中三斋顺起，各自顺序上起，饥馑极易刀兵。那也有把刀兵放前面的，刀兵极饥馑，刀兵极易饥馑，也有这样的。那么这个呢，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算的是真劫还是简劫啊，也有可能。好，那所以就时间上长短也各个经典上稍有不同。那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简易的记忆，以后你看到不一样，你不要怀疑啊，因为比较简易的记忆法了啊，是一简劫一真劫啊，我随便画一下，大概是这样啊，一简劫错了，你想一简劫生一个三灾，顺序生三灾，哪三灾呢？第一三灾，第二三灾，第一个三灾啊，然后第二个三灾，然后第三个三灾生下来。那个别在什么时候呢？人寿三十岁简劫，人寿三十岁，简到二十岁的时候，第二个三灾又出现了，第二个三灾出现了。第二个三灾，那人寿在十岁的时候呢？第三个三灾，第三个三小灾，哪一个呢？刀兵出现，这至少呢是我们引文当中呢瑜伽师地论这么说的。那如果我不去看很多书，我就照这样文解释的话，那你也可以就认为是这样。好，不过我这个人天生好奇宝宝了。我在想，是这样，那不然去查一下词书，也或看看其他经。结果词书看了不满意，再去查经的时候，哇，各个经啊、论啊、大乘经、小乘经，哇，那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佛对不一样的众生跟不一样的什么呢？心量、心态，还有在不同的时空的尺度当中呢，他去说的。那么这个我在想。我们就以一种为原则，那我们就这样记。记说瑜伽师尊他这样讲，在简洁当中有一个顺序三小灾。那么饥馑、极易、刀兵剩下十岁的时候，那长短时间呢？你就这样记。刚开始饥馑的时候，777，七年七月七日。那第二个极易的时候呢，是77，七月七日。长度啊，灾难的长度啊，到了刀兵砍杀嘛，很快，你要是那个什么核战争，那更快，大概一天就搞定，一天谁都干死谁了，整个地球就挂了。那个什么俄罗斯丢了一颗棒棒糖给美国，美国也丢了两颗啊给中国，中国又丢了一颗给美国。然后这三大国全部挂光，那在中间的我看也一起死，那大概一天。所以说战争本来就会少，你这样记就容易记了，所以不用死背。你在想战争一定很快，所以七天七夜。那么饿死人那稍慢一点，疾病会稍慢一点，但是也撑不久，那个病一来也撑不久，所以七月七天。那极饿呢？饿还有那个树根可以挖，还可以撑啊、那么所以一定更久，所以七年七月七日，这样很好记嘛。所以哪个长哪个短就很好记，这叫联想记忆法啊、
一次就记下来了。OK， 好，那么这是这样说法，这是什么呢？这是三小灾。那文上本文上说各有三小灾，后面那句话要注意，坏于友情。坏于友情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三小灾是针对友情坏，天地没有坏。有可能树木坏了，树木不算友情，但是是友情所依。有可能树也坏，你比如机井的话是不下雨，不是七个太阳出现，哎呦，古代也有这种什么什么寡妇追日射那个七个太阳的故事，哎，这个会不会是拿佛经里头那个故事来沿用的？很有可能。这就讲到到了火山灾，火风火水风，这个 火大山灾的时候呢，确实是出现七日。不过这里不是，我稍微修改了一下，我记错了啊。这个不是记错，就是我把分这两个分开来。那个并不是七个太阳来造成你没有水，而是什么人心恶小山灾。人心恶了之后呢，这个天龙八部，尤其是龙不降水，让你枯槁，结果植物也死了，什么什么的啊，是这样。好，那么这是具体的这么说了啊，具体的这么说。那么接着呢，坏于友情，这个这句话要知道哦，在本文里头说坏于友情，说小三灾只坏友情，这点要了解。换句话说，地球都 OK， 死光了，死光啊。那么在欧美国家的科学界里头，地质学界、生物学界，或者叫做古生命学界，或者叫做古气候研究学者，古气候研究学者，他的研究里头呢，接近这个佛法的看法，很有一定程度的接近。啊，你比如说起水灾，其实整个地球哈，发生过好几次，好几次。大概在几万年就一次，几万年就一次的什么呢？这个冰河期。那么冰河期还有大冰河期、小冰河期。那冰河期一解冻之后，哇，这个水呢，本来冰在地面上的水就流到大海，而这个大海就淹回地面，会这样。那么这个呢？给人感觉就像天崩地裂这种样子，那是地球人类地球 所住的这个所依的这个地方，确实有看到这种痕迹，有看到这种，但是对应那个时间的量不一定跟我们经上说的一模一样。不过有这些事情。那么也有旱灾，也发生过旱灾，你说你怎么看得到？哇，太容易不容易，但是还是有。你比如说北极南极的冰，那个冰几万年来没溶解，那你想想看，那个几万年当中在空气中飘的那个一万年以前在空气中飘的那个植物种子或者尘埃，会掉在那一万年前的冰层上，然后这冰层往下压的时候呢，又被覆盖，哇，就留下了什么那些种子，而且还被冷藏着，所以这样抽出来之后啊，你可以一层一层的看。不同的年岁，不同的岁月，不同的什么呢？沉积物。所以很有意思。所以科学家有要想要恢复什么长毛象那个长相，因为有骨头的关系，那个长相就是那个什么迪士尼有那个演那个什么什么冰河什么什么世纪什么那个卡通，有没有画的那只卡通象，那就是长毛象，它是以长毛象画的，很可爱的那只长毛象，还带着那个长毛象太太，有没有？还记得吧？那个样子就是长毛象被拼出来的、拼接出来的样子。那么有在谈说要把它恢复，因为最近找到一颗长毛象的软，长毛象的那个什么，那个在某个地方依附的那个什么，那个基因，他打算借由别的动物的。的一个什么呢？生命的所谓，比如子宫啊，或什么样去依附它，然后培养它，看看能不能培养出来。这应该不难呐，哈。那但是是好是坏不知道。好，这就是小三灾呢，在现今世界当中的今天的科学界有一定程度的接近。
不过我们仍然采取保留态度，也就是说不能够以科学反证佛教的真实，佛教的真实有它超越科学的标准的存在，这点呢要注意。那个住在加拿大十多年前往生了的那个冯冯，哦，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他是香港出生，台湾长大，住在花莲，然后后来爸爸往生了，跟他妈妈移民加拿大，哦，跟宣化老法师蛮熟的。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在台南读书的时候，跟他通过信。那我们有一点意见不一样，他很强调说拿现在的科学来解释佛法。那我信中我也坦白跟他讲说，这样子 OK 了，可是呢，这有一定有危险，因为按照你这种逻辑，就是说科学对了，所以佛法对了，这不是这样讲，科学错了，佛法还是对了。你不能说因为科学对了，所以佛法对了。那你讲久了之后，人家就拿出一个反证说：“哎，今天科学不是这样讲的啊，那你佛法错了，那不完了。”所以逻辑上应该是说，佛法是这样讲的，今天科学呢也有一部分接近它。但是如果科学与佛法相对立的话，我相信佛法，我不相信科学。至于世俗人，那我当然运用科学的一定程度的概念来解释给他。我常用的相对论，有没有？时间没有自信这种观念，那是因为科学刚好对了，但科学不保证全对。在人类的科学经验当中，科学经验当中它还是很粗糙的，这样讲。好，那么如果这样讲了，小三灾我们就算一个结束。小三灾在结束之前还提到了一个怎么样子避免小三灾，有没有？上一堂课提到那很棒的概念呢，这些都是在原文里头没讲到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棒的，这是经上明明就有说了，明明就有说怎么样子能够免除这个这个小三灾啊。那么我们之前有说到一日一夜不杀生，刀兵灾就没有。你看看，哇，不得了哎！要是有人精进持戒一日一夜，这一日一夜包括什么？身心都不杀生，而且真实的不杀生。这当然是受八关斋戒，同时要意念八关斋戒的什么斋相、斋体。斋就清净体，八关斋，斋是清净的意思。以什么呢？以八戒律为方便，然后呢，令你心清净，名为斋。那这里意思一样，虽然这里没提八条，但是提的是不杀生。那么当然要有斋体，也就是戒体，意念那个戒体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这一日一夜当中，我不杀生，乃至从以我皆不杀。不杀是我的什么呢？清净心体。我呢，身心绝不杀，不是忍着。哦，这帮啊，哦，赶紧，我今天就受八关斋戒，好，明天我不受，我打死你。这样的完全是杀心，那没有那个功德。有功德没有达到这个断杀的功德，你没有断杀。所以我常讲说，真的要做素食给人家吃。台湾现在全世界第二，密度大概全世界第一，但是素食人口全世界第二。那当然 差印度很多了。印度在 高雄、跟你讲一下，高雄冈山小冈山那里有一个印度人，他们家他来台湾读书，好像娶台湾老婆，他中文倍儿溜的，非常溜。他就跟人家讲，我们家300年吃素，祖孙八代300年吃素，从明朝吃到民国都吃素。那现在正在小冈山，哪一天我带大家一起去吃，吃贾巴底道地日印度餐。印度餐很好吃的，那个咖喱是很好吃啊！现在下午讲起来会肚子饿，那很好吃。他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们家300多年不吃一粒，不吃一个众生的荤，祖宗哦，全部家族哦，整个家族哦。你看这个在中国难找啊，也应该也有啦，但是不多，不多。那已经形成他的一个。那我们问他说啊，在印度这样多不多？他说还好啦，不少啊，还有比我们更长的。我说正常有没有可能几世纪？他说有，应该有。你看他的文化是这样，他最多60%到70%是素食人口，常年素食人口。那台湾还不至于，台湾大概只有1/5啊，
素食人口这样。不过素食密度我们最高这就是断杀。但断杀从内心里真正起什么呢？我不与一切众生侵犯，我不侵犯结恩，结恩结恨，不是恩，结恨，我不与这样，我真实的不能这样做，我真心的希望一切众生欢喜。这个跟现在讲的那个什么呢，爱护宠物，那是心情上是不一样，宠物那是贪心的，那是那很大的嗔心呢。那外面要是稍微讲说，哎呀，哪里有一只狗啊，他们不讲狗他们讲毛孩子。我说那猪也有毛啊，你要不要说它毛孩子？毛毛虫也有毛啊，你要不要说它毛孩子？说的这么好听，我乐见大家爱狗，但是你爱狗成痴，而且爱狗成嗔，那就不必要了吧。那你光爱狗，那你照样出鸡排牛排狗排啊，不是狗排牛排，你只要这样吃，那这种你也未免太雅皮了一点了，而且没有智慧这种样子，我觉得还好，但是呢不够，那已经是一种内心的嗔在对应了。那只要说有个，哎呀，哪里有一只狗被人家丢了丢在那里弃养，这样不对，真的这样不对，人类不应该对弱势的动物这样弃养。一群人出来恶骂呢，恶骂，你听得懂吗？恶骂，咒诅人家祖宗八代到这种程度我说这爱狗爱成这个样也犯不着如此吧？我看你对你娘有没有这么看待？我都还怀疑那种骂的样子，那种嗔恼都那种样子。台湾这个社会因为太逼迫，大家呢觉得跟狗狗在一起呢比较什么？比较没压力，它算是疗愈系的疗愈系的这种有疗愈功能所以爱自己之后投影在那个疗愈功能的狗狗身上，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不否定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功能，但是到成痴的不必要。我们应该推己及人，你爱狗，那猫呢？猪呢？牛呢？鸡呢？鸭呢？你看那个流泪的眼神吧，你看要宰杀它的恐惧的眼神吧，那么把真实的良知拿出来这个是这样子叫断杀。一日一夜持不杀生戒，是于未来生中不生逢刀兵劫。所以诸位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应该多少过去有持这不杀生戒或赞叹不杀生吃素。一日素食，天下杀生无我分。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意思啊？我今天素食，今天台湾光一天几百万只的，台湾是2300万人嘛，2300万人一天只要平均5个人吃一只鸡，你除以5好了。如果大家都想吃鸡，一天要杀多少只？还有猪、牛、鱼，那个鱼还更可怕，一碗吃一天不一餐可能吃半碗的布拉鱼，那个小鱼崽子，那个不是小鱼，那个是鱼苗啊！哎呀，阿弥陀佛，是这样，你可能吃半碗，你相不相信？你吃多少只动物生命？所以一天你不杀生，天底下百千万个杀生的行为，杀猪、杀鸡、杀鸭、杀鱼，乃至于杀蛇，这些的，他都要杀给今天的台湾人，今天2300万人去吃。然后你说跟我无关，我今天吃素。所以今天所杀的百千万，光在台湾就百千万众生跟你通通无关，他不会为你杀，因为你今天吃素。那如果2天吃素呢？如果3天吃素呢？1个月吃素？3年吃素呢？如果1辈子吃素呢？那你想想看，中国14亿人口，一天要杀多少啊？那好，别提中国了，提全世界好了。杀多少？所以你一天你要飞，你要是国际性的人呢，台湾飞美国，美国飞哪里啊？你们这么飞这么飞的，那样你这么一天两天杀生，全世界杀生与你没有分。诸位啊，想想啊，不要蒙着良心继续一边学佛说我要修行，一边又各种解释。
然后说佛陀又没有叫我们吃素。佛陀没叫你说的事情可多了，肥丘有没有叫你不要抽烟啊？没有啊，那个时候没烟啊，那你抽吧。是不是啊？你怎么会拿这种解释呢？哎呀，那个是提婆达多说的，那提婆达多说不要吃肉，那他要跟佛陀杠，对杠，所以他才这样说。所以你们汉传佛教特别讲不吃素，不吃肉啊，那就提婆达多的徒弟。哦，坏人穿衣服是错的，那好人就不要穿好了啊。坏人说，坏人也没有坏到底啊，坏人也有说对的事情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坏人生病了会不会去看病？会啊。那你呢？我不愿意跟他一起看。衰搞的呀，他去某某医院，他去某某医院挂号，那个是大坏蛋，我不在，才不去那里挂号了，会被他传染，有这种说法？笑死人！居然有些人学南传的讲出这种话来，你不用膝盖想一想，这有逻辑吗？这有逻辑吗？你割一块肉给你娘吃好不好？你做得来做不来？你可能做得来了，你一定先去打麻醉针才割。不过呢，割完了之后，你娘就晕倒了，对不对？他看到他身上，他的儿子居然割一块肉给他吃，我看他不用医了，我看他马上晕倒。为什么会这样？你想想看，这不用人家教嘛，生命是人家最宝贵的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要说住在那个海拔八千不，没有八千的，海拔那个3000-6000上面，就是种寸草不生。好了好了，那我们就没话讲。今天你都让他平地了，讲是讲慈悲，转个身啊，鸭子不好意思啊，慈悲啊、这个你暂缓一下啊，眼睛闭起来，哎，这样你的想法不就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你对他慈悲啊、那鸭子不慈悲。那个鱼不慈悲，猪不慈悲，没这个道理的。这个不需要什么逻辑推论的，也不需要什么宗教，对吧？好，那么这就是杀生了 不杀生。再来第二种，就清净心，用蔬果来供养乃至于生，都可以不逢极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蔬果是清净食，吃了之后呢，尤其是某一种这种水果、叫做河狸檀鸡。鸡不是那个鸡鸭的鸡，那是应该说基础的鸡、可以翻成这个。那个檀鸡是一种水果名，应该是指说这种水果呢，它具有一个健康意义。好，那清净健康吃的呢，这个调理身体很好。那么你清净心供养佛，供养僧，那福田僧，你看这里又出现福田僧了啊、福田僧之后呢，誓愿于当来不逢极易，不逢这个对极易。不逢生病，你看看这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供养清净健康如法的饮食，所以不要再拿那些什么呢？那个有毒的啊，大桶哎，大桶啊，大桶油哈、啊，那个大桶的那个内着什么呢？什么棉籽油啦，或者是什么油的哈、然后呢，或者是什么的黑心食品去或者黑心塑料。然后去供养出家人，那这样恐怕真的不好、因为他不会得到感应到身体健康。那要清净的食物，清净的食物对出家来讲的话，他是应该是适当的教导。但是真的居士不懂，他真的拿来了，你感觉那个不太清净，或者是不太健康了，不要讲不太清净，不太清净你连接受都不能接受，给你酒供养你可以吗？除非有人生病或者调。或者身体怎么样，那 除非这样，不然你不能接受，那叫不清净。可是不如法，或者是不够那个什么呢，不够这个有机，或者不够的这个健康，那你可以跟他讲啊，这个东西以后少送、不然这样，师父给你拿三分之一，然后三分之二呢，你看再分的送，不要一次给常住这么多、常住这样吃的，可能身体有人会比较受不了。你就这样讲，你不要那个脸拉下来，然后呵斥人家。你看，拿这个不恭敬，你拿这个不干净的，这个什么肮脏的这个塑料，你要害死师父 不要这样骂人家。好，我们是乞食，下乞众生的食物。你饿了个半死，人家还是给你吃的，你就很高兴了。你不要去骂人家，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么人家收一点点啊，教育他，要一次一次的教育。并且要告诉他，你要寄东西来、
要先问一下或打个电话，来，我的电话是多少号，这样子大家有个沟通，比方说有的一直记，没有的没记，或者是不适合的你老记那么多，也不要这样，哪怕是记经书啦，记什么也要应该要这样，先打个电话嘛，你就让他塞给人家，哇，那个经书人家没有用或多出来太多又没地方摆，那怎么办？意思一样啊，这是这样的对出家人，你看到没有？出家人在断除灾厄这件事情上为众生所依，看到这个事实。那么第三个就刀兵，不是刀兵姐，那个饥饿，饥饿一团之食，乃是一团一团的一手抓起来这一团，进起因进行，因就是重，因就是重慎重，进就是清净。清净不分别为清净，不染污为清净，不分别不染污为清，什么不分别？哎，这个大德哦，啊，这个小咖的，这个小师傅少吃一点哦，大师傅啊多一点，多一点点可以，那多太多那不行，我这不清净。再来，我对他贪染，这个师傅我喜欢，我爱这个和尚，我爱这个师傅，那爱这个比丘尼，我多给他，我有以物传情哦，这个。不可以，这不清净。因重，因是什么意思啊？那给了，一只手给。啊，这出家人嘛，就是没东西吃了啊，那随便了，有的吃就好。哦，有的吃最好是不是因重心？因重心供养，那是供养。有人来这里吃饭了，不懂啊，那个看那个居士在行堂啊，沙弥在行堂，哎呦，你们怎么这么麻烦呢、啊？走到那里还要问讯啊，还要弯腰啊。哦，你们架子好大。我说你这颠倒见了。什么架子好大？我是个和尚，就是个乞士，到外面是去托钵的。我干什么架子大？是我们借这个机会，作为一个出家人，就像这里说的一样，让人家修福报。那么每一天每一天，沙弥净人来到这里，就捧着这个食物说：“我供养你。”就他又修了一次福报，是给他利益，不是我来搞架子。那搞不清楚状况啊！你看看这颠倒相啊！出家比丘从小出家。你知道吗？从小出家来在这住没几天就讲这种话，你看看，可见他小时候出家就没被教好。到了三四十岁了，他居然这个心，讲难听一点，那就是一个颠倒恶心呢、啊。颠倒恶心、啊，我不懂。恭敬调柔，这不只是恭敬调柔，还要让居士敬人得什么修福报的机会。那么我们出家就因此要。古德讲，出家人像刀店一样，刀石磨刀石一样，人家来你身上磨刀，磨那个福报，那你呢就要好好的修行，利益众生，发心为常住，来厚植这个什么磨刀石啊！你也一样跟着吃三餐，人家供养你，然后你认为理所当然，就把那个磨刀石被人家磨，你自己又没增长，没坚固啊，磨坏了。毁了你自己，袈裟底下也会失人生。当然这出家人自己要注意的。可是这个作为就是明明在讲这个，你乃至一团之时以因尽心奉施深重，你就是于当来世不逢饥馑灾起。你想想看，你对谁做啊？你对谁做？对那鬼神啊，什么？什么主啊，什么公啊，王爷公，什么千岁座啊，没有这个功能哦。你对一个凡夫生有这个功能哦。所以说，一个国家里头，要是有出家人修行啊，应该说文武百官啊，上至总统，下至庶民啊，都应该庆幸。现在不庆幸不打紧啊，还努力瞌睡啊，还把出家人当小偷在防范。啊，立什么宗教法来防范的？你看这是颠倒相，这都是颠倒。你看这里都看到多少意义。所以，身为出家，这里说有没有说是圣身呢？没有吧？文上没说嘛，没说是圣身嘛。所以，身为出家人，自己要有自己知道自己的责任、身份、也在这个地球上面的意义是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在防灾啊，就是在转念心呢、啊。是这样子的意义，那是很尊贵的。出家人的尊贵不是让你傲慢用，是要让你珍惜爱护羽毛用，也要知道生语言行为的和度，懂吗？不要去讨啊，不要去攀援，
你这么尊贵耶，一个大灾，一个地球的人类的灾难，可以因为你的接受供养而能够断除，那你怎么可以看清自己？哦，有人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个僧哦，人家我们出家人，我们凡夫僧不是他皈依的啦，圣僧才是他皈依的。我说颠倒见，什么时候讲圣僧才是他皈依的？圣僧当然是了不起。不可思议，连我这凡夫眼都没见过，可是连我们这种出家人都没见过圣僧呢，你叫凡夫怎么去见圣僧？他皈依，他不皈依凡夫僧，只皈依圣僧，哪是什么话？这个不叫做谦虚，这叫愚痴。这怎么出家人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哦，这是不对的啊！这你看在这文上面写这么清楚，他就是你出家人的身份，你接受供养。OK， 好，那么三大。接下来三小灾已经结束了啊，我们就开始来谈三大灾。那么这不是三大灾，我们就说这样子三小灾能够防范，防范之后坏于有情，怎么样防范我们都知道了，把三小灾都讲完了，基本上的文讲完了之后，我们接着说他下面这句话说坏于有情，这三小灾是这样在坏有情的。什么叫有情啊？就是众生，让众生毁坏，世界保留众生毁坏。那么毁坏，当然没有全毁啦，最后保留万余人，然后再生或者投胎啊，怎么样？然后一直出现，一直增加啊，哦，是怎么样？好，接着文上说，住劫尽时乃有大三灾，坏于世界经二十小节，空劫、成劫各二十小节，并约住劫数量而论，这就一下就提了好多内容。所以说前面讲。三小灾呢讲完了，结果注劫尽时，注劫里头有二十个小劫，小劫当中都有小三灾，劫尽了，尽了之后就进入到什么成住坏坏劫，进入到坏中劫，坏中劫，坏中劫乃有大三灾，所以说注劫尽时，照说下面应该还有一句话，入于坏中劫乃有大三灾，他应该是这样讲的，懂吗？好，原文应该是。加上这 几句话，这样这几个字你会比较容易懂。住劫尽时，入于坏中劫，乃有大三灾。到了坏中劫，乃有大三灾。这个大三灾会怎么样？坏于世界。哇，什么叫坏于世界？坏小世界、中世界、坏小千世界、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都坏。甚至于坏到大千世界也通通坏，也通通坏。好，有时候只坏到小世界，初禅嘛，初禅就坏了，坏完小世界，那坏了七次小世界，坏到二禅就中千世界。好，那么再来坏到三禅，小千世界，然后再坏到三禅就坏到中千世界。中千世界把整个三禅毁掉。整个大千世界再坏到最后，再坏到三禅也毁了。那三禅以下是中千世界，再坏到三禅也毁，大千世界都毁。不过大千世界说四禅还在，你下面毁了，我四禅还在。所以你看看世尊怎么说？世尊说：“我此世界啊，为劫火所烧。那么呢，为什么呢？为风所吹。法华经上有这个意思了啊，都毁坏之后，我。”灵三会一会俨然未散，那是什么意思啊？他在四禅嘛，一切的菩萨都在四禅中嘛，他根本什么，火啊、风啊、火啊、水啊，这水啊淹不到，风也吹不上，那么那火也烧不到，那是四禅，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啊。四禅一直在，四禅以上都一直没有这种三灾。的问题没有三灾问题，他所依的世界相对的在，无论他依的长相是怎么样，我们依的是长相是这样嘛，大地啊这样，你以为就这样？没有，鬼所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但他就在我们旁边，你以为怎么样？重叠，你可以讲重叠，其实也不重叠，空间从来就是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十万亿佛度外，不隔方寸。所以鬼就在我们旁边，他看不到你，你看不到我，我们彼此互不相见。所以极乐世界这样说，
《法华经》上世尊也这样说，所以我常讲说，《法华经》是理上的极乐世界的一的所依，《华严经》讲的那个一即一切那样子的华严状，那是事相上跟极乐世界相近，但是讲理上的极乐世界就是《法华经》，所以《法华经》那个长老啊，历代长老都说，《法华经》具足一切法门。就这样，好。那么好，这个世界，那所以四禅以上大三灾是不会受害的，哦，那么这样子总说了，哦，我们回到文字上来说，这个住劫住中劫尽时入坏中劫，乃有大三灾。那么这个大三灾会坏世界，什么世界？从小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通通坏，通通坏掉，通通会坏。不过四禅不坏，不坏。会坏到大千世界坏了一次，就是所谓的空劫，坏光光就空劫了。坏劫一完成就空劫啊，空劫的时候呢，就空无一物，毁光光了啊。然后再来，再慢慢的又形成一劫的时间，形成住劫的第一住劫，住劫第一小劫形成三合大地。那么后面十九小劫在众生再来，又成为成劫了，不是住劫，成劫又成了之后进入到住劫，我们人类所住的这个住劫所在的时段的住劫，住劫又二十小劫又来了一次坏劫，就这样成住坏空四大阶段一直轮，永远不停的轮，这就是轮回，连宇宙万物也是这样轮回的。我们讲人的轮回，一期生命结束就去轮回了，随你今生所造之业，千差万别。但是三合大地这种三千大千世界轮回，成住坏空很清楚、很明确，大概长相都这样，长相稍不同呢，毁坏的方式一定是什么？水火风三样。我们四大地水火风，地是不会毁的，所以水火风一定坏，一定是水火风在你内心里有动。所以外在就动，那坏到三禅以下，全部这大千世界全部坏光光，坏光光啊，哦！好，那么我们了解这样之后哈，了解这样之后，我们大概了解这样，我们就进入到注解559来看大三灾啊，哦。那么这个讲义上呢，就是所谓的注解啊。注解大三灾，大三灾指大千世界过了住中劫，进入了坏中劫，啊，进入到啊坏中劫时啊，啊坏中劫，进入到坏中劫末，这个劫末，等一下我要声明一下。有人说是劫末，有人说整个二十小劫都在坏，啊，也有说呢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最后一劫，或者最后五劫，或者最后十劫，就坏劫中，坏劫一样有二十小劫，对不对？什么时候起大三灾呢？的某一灾呢，后十劫，不是前十劫，前十劫只有小三灾继续在起。那又有说，不是后十劫，是后五劫，也有地方这样说。那么也有说法是说，不，前十九劫哈，前十九小劫都只有小三灾，继续小三灾嘛，住劫有小三灾，坏劫也有小三灾，坏劫有小三灾。不过他那个小三灾哈，可能影响力不大，因为人类已经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死光了啦。哦，到了坏劫来，基本上都会死光。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说，前十九小劫小三灾，然后最后一劫坏劫的最后一劫才整个大起，哦，水火风火水风三劫，一次起一种，那就把你毁掉，一次起一种把你毁掉，哦，是这样 ，OK。好，那么我们就这些暂且不表啊。
那么我们 往前我们回头头面来看、哦、什么是大三灾、哦、我们一样一样来看。进入坏终结的时候呢，将毁坏时所进入坏中节末，我这里想节末有没有？节末我就留了一个伏笔了。这个末到底是最末一小节，还是最末五小节，还最末的十小节？我想都有说法，这样懂吗？所以叫节末啊，这各有说法。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最后一小节好了，也可以啊，想成最后后半段的十小节也可以，就坏节很长也可以。怎么说？火要烧可能要烧久一点，水要淹可能淹短一点，比如说可能火劫要用十劫来烧才会把一个小世界、啊、才会把一个小世界给烧光。那到了水淹可能烧短一点，五劫就能把一个小千世界、啊、给毁光，给毁光。那么到了这个风要吹，可能只要一节就整个大千世界吹光、哦、有可能、哦、有可能是这样、哦、把所有小千世界都毁光，小世界都毁光了。第一节的时候，火节的时候是各个小世界都起火，各个小世界都起火，都烧光了、哦、所以说几乎是毁掉一个小千世界，小世界各个毁，一千个小世界都烧光啊，那不就是毁掉一个小千世界吗？哦、那到了这个水劫的时候呢，又把一千个小千世界给淹光，那就是毁掉一个中千世界。到了风，把一千个中千世界给吹光，吹二残了嘛、哦，吹到三残嘛，吹光。一千个中千世界吹光，那坏就要毁掉一个大千世界。不过大千世界 所被覆盖那个四禅却保留，是这个意思、哦、是这样。所以风灾吹光了中千世界，那么这个水灾淹灭了一个中千世界，风灾吹光了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个水灾淹灭了所有的小千世界，火灾烧光了一个小千世界，烧光它、哦、但是保留都会保留 当分的顶天、啊哦、这个初禅二禅三禅三禅天、哦当分的顶天是二禅、啊、二禅三禅四禅、啊、会这样当分顶天，它上面是被你烧，只有这样而已、哦好，那么我们大概就这样想，所以它有三种时间。我在想，应该是时节的话，用火，火节发生的时候时节，坏节要时节；那么水节要发生的时候，应该是五节；风节要发生，风灾啊，不是风节，风灾发生的时候应该是一节。风厉害啊！哎，你看看那个风吹东西，吹哭拉朽，那吓死人呢。有一次我在台北。办什么事都台风来，那时候台风还是刚来而已，是风来雨未来，我眼睁睁的看那个什么大大的那个招牌啊，像一片轻柔的卫生纸一样被吹烂翻开在天上飘、哦、那个是很厚的那个不是很厚，就是一般来讲那个铁皮都有点那个，它吹起来像那个什么，像卫生纸一样在天上飘，在松山那一带，松山机场那一带，哦，我天，哇，你看到那个风吓死人，你看，哦，那水当然也是吓人，但是水总是要它来才有，那个风根本看不到它就来了，你真的很可怕，哦，好，那么坏劫呢？这是将毁坏时所发生的火灾、水灾、风灾，我依顺序讲是火、水、风等。大三灾的三灾而言，为之大。为什么叫大？因为它是毁世界，把众生毁了，世界非这无情世间，所谓的气世间也毁。相对于只毁有情世间，不毁气世间的小三灾，它是范围更大，毁坏更大，名为大，懂吗？这叫大，几乎无所依止啊，无所依止。
世界在坏终结的二十小节中，这是一种说法，前哇我看变了呢，前什么呢？前十九小节各有助终结所起之小三灾，这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啊。那么以坏有情世间，那么最后一小节就第二十小节起大三灾之其中一灾，哎，这点注意，只有起一种而已，懂吗？不会起两种，不会起两种。换句话说，大千世界真正大毁坏一次，大毁坏一次要六十四大劫才会大毁坏一次，那么小世界要毁坏，每一劫就毁坏一次。我们就是一个小世界，我们就一劫毁坏一次。但是一劫就毁坏一次，一个大劫哦，成住坏空一个大劫。所以照说这样讲起来的话，地球会出现一个大火灾，那个火灾可能就核能火啊。核能火呢，核能火毁了就爆了之后，它会怎样呢？这个已经有科学家看到了，它会这样。我们是不是依着那个太阳，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太阳旁边跑，水星金星，水星金星什么火星，再来地球，地球外面什么木星什么土星，这样子。然后我们绕着它，我们宣称说我们跟地球的距离刚好，然后不冷也不热，然后所以这样绕。你要知道地球现在是偏 23.3 度还是 23.5 度，但是在早年的时候它偏22度而已，更早年它甚至于在 22.1 度之间。我们的地球现在呢，有可能在往下倒，有可能在往下倒的时候就倒到听说有角度算出来最多倒在24度。倒在24度意味着什么？它的北极头顶呢，它的北极更接近地球，更接近太阳，也就是北极会整个融化，那么海平面上升，台南的安平整个会淹掉，会这样。但不是最近的，几万年之后有可能会这样。那地球更偏，那是地球的动作。还有呢，它是这样动，对不对？还有地球在绕的时候，在旋转的时候，本身就会这样子，就会这样。它在旋转的时候，本身就会抖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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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进动，它就会抖一下，抖一下。这种抖一下呢，每几万年也是一个循环，会这样，它是抖，它不是真正的斜掉。它是在转的时候就这样抖，再来它在自转，它在公转的时候也会变成，也会这样，也会被拉一下进一下，拉一下进一下。所以它绕地绕太阳的圆圈呢，也不是真圆，也不是正圆，会稍微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长一点短一点，长就冷嘛，短就热嘛。所以说整个地球的温度是不会恒长的，懂吗？ OK， 好，那这些都 不管了。火灾以今天人类理解的 是怎么说呢？是这样，地球在这绕哦，它没事，它也没有惹谁，但太阳惹了谁了。太阳它一直在燃烧什么氢融合，大概一亿度左右，偶尔大爆炸的时候会稍微再热一点。像上一次几个月前有个太阳风，那就是它起了一个比美洲还要大的一大块东西，一大块表面的核熔浆，那么做了一种核融合 或怎么样的，突然间爆裂，那爆裂的几千公里那样子的火焰出现。它换句话说，它一直在融，一直在烧，那烧会烧尽呢。等到它越来越烧尽的时候，能量越来越往外出，你知道能量等于质量嘛？能量往外跑就质量减少啊，质量减少意味着什么？它内聚力就会减少。注意听，什么叫内聚力减少？也就水珠聚不起来了。太阳本来这么大哦，它能量一直往外放，往外放，它就越来越没有能量缩住它自己，因为内缩力叫重力，重力等于重力的主要因素是质量啊，质量越来越少，因为质量随着能量往外跑，质量就少，质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密度越来越稀的时候呢，它
重力就越来越小，它越来越小，重力是让东西 拉在一起的力量啊。它更远，它很远啊，比如电磁力很近，重力很远，无眼佛界啊。啊，那么这个重力呢，因为小了之后，它就很难拉太阳表面的那些东西。然后太阳表面就这样，注意看哦，我讲，太阳本来这样而已啊，它居然变成这么大，那结果呢？我们的地球居然搞在太阳表面上啊，你知道吗？就整个太阳就把我们侵蚀掉，可以这样，恐怖吧？赶快拜忏，不要发生。那是几万年之后的事啊，如果按照计算的话是这样，它也会这样，所以它是不是像个火一样把你烧掉？那你说几万年，那几万年跟我们算出来的差不多吗？我很难说，因为人类的尺度跟佛经上的尺度不一定一样，那就会这样啊。不过天文物理上来计算，太阳，我们的太阳的能量中阶段，它会先形成一个火红橘色的大火球往外扩张，吸进周边金星、水星、火星，大概被吸光了之后，最后对地球也吸掉，不是也把它融掉？融掉之后呢，它实在没力量了，整个爆开，爆开之后剩余的能量的内缩，内缩啊，内缩就会有好多种可能，能量大于多少的会成为中子星啊，什么星星啊，能量怎么样会怎么样？能量更大更大更大的，它没有那个热能，但是它那个重力太限缩太厉害，形成黑洞，形成黑洞，那黑洞就到人类目前为止，连爱因斯坦都在计算那个进入黑洞的状态是怎样。那太多的电影在演说进入黑洞的状态就到另外一个空间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也不用一定要黑洞，只要虫洞就可以了。虫洞是一种 bug hole， 这种名称就是说 bug 是这种虫嘛， hole 是这种洞嘛，一种虫洞能够让这个空间到这个空间中间有一个通道，这就是电影上演的什么时光隧道，在物理学上讲那就是虫洞，在这个空间当走到那个洞，咻，掉在这个洞上，掉在这个平面上来，好，那就是属于他方世界了。佛到佛，佛到他方世界，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就是因为走虫洞的关系。如果真的要讲的话了，是有这个东西的，走虫洞。这个空间跟这个空间在平行当中哦，你永远看不到对方哦，所以你会觉得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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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十万亿佛度外，有佛名阿弥陀啊，但阿弥陀你都老看不到他。其实你一念心转了，就从虫洞当中升上来，你就进入到，一看，冒出头了，一看莲花化身，你就在极乐世界。如果用物理学的名词来讲，这就走虫洞，虫洞一念而已，就进入到可能是黑洞那种状态之下，整个空间是转换，时间等于零，时间等于零，你走多久都等于零，那不就等于刹那即至吗？一念之间就到吗？就这个意思。龙女在《法华经》上说，对那个什么舍利佛目犍连讲说，你看我 女孩子不能成佛，乃至不能做魔王，没错，可是你看现在我送这个珠子给佛快不快？他说很快。他说你看到我成佛也像那么快。结果说完之后转在南方某某世界转成男生成佛，怎么这是演什么？这演戏吗？是的，他就进入虫洞，当场进入，时间等于零啊，所以立刻的事情而已。读天文物理学啊，都可以跟这些 match 啦，但是我不常这样讲。我觉得天文物理学还是有要精进的地方，佛法就是这样。我只是今天稍微透露一下，让你知道说，人类研究太空物理学，其实多少也承认佛经上所说的不是玩笑话，真的做得到，理论上做得到。好。向下文长赋予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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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